彰化縣議會第十九屆國民黨團在今日舉行成立大會，彰化縣長王惠美、彰化縣議會議長謝登林等等黨政重要人員都到場祝賀。新任黨團書記長劉淑芳表示，本屆彰化縣議會國民黨團成員已經過半數，將全力支持王縣長打造美麗新彰化。第十九屆彰化縣議會攏總五十四席議員，其中国民党籍就29席，已经超过议会半数。这对同款是国民党籍彰化县长王惠美的施政，将有正面的帮助。新任国民党彰化县议会党团书记长刘淑芳表示，未来除了监督县政以外，也会作为彰化县政府的后盾，支持县府打造美丽新彰化。因为现在的县长是我们从政党员同志王惠美同志来担任，那当然我们是义无反顾的，一定要支持我们彰化县府的县政。我想我们的子弟都在这块土地生长，这块土地生活，所以我想我们基本上一定要让府会和谐，共创我们彰化美好的未来所以我们党团的工作可以说是任重道远。我们希望说大家能够针对县政呢提出呢非常理性的来监督。彰化县长王惠美表示，感谢议会对县府的支持，未来一定会打拼建设彰化，让彰化成为幸福城市。咱的这个书记长啊，是由咱这个六届议员，搁两届乡长啊，非常资深的刘淑芳来担任哦。咱的副书记长哦，嘛这个宗亲代都已经出现了，包括吴朝家豪、顾黄水花、涂淑妹以及咱的这个张景坤，甲咱的这个萧如玉哦，会使讲哦，拢是非常有经验，捌做过首长，还是讲捌议员哦，连任几多届。那相信呢，府会和谐，共创双赢哦。真济这个代志要来拜托咱党团来甲你这个县政府斗相共，那大家共同努力，为咱彰化会好，共同来打拼，美好彰化，希望城市大家做伙来努力。这个除了县议员刘淑芳担任党团书记长以外，各五位议员担任副书记长，共同为了彰化县来打拼。新彰化新闻，北平林彰化采访报道。